春风送暖，各地的重大项目纷纷开工。乌江特大桥是贵州德江至余庆高速的控制性工程，全长一千八百三十四米，主桥为五百零四米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境上城市钢管混凝土拱桥。大桥建设者们也是卯足干劲，跑出了开工加速度。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看。 这里是贵州德渝高速乌江特大桥的建设现场。今年一月初，这座大桥已经完成了拱上立柱的安装工作，目前已经进入了桥面梁的施工阶段。我身旁的工人们正在加紧组装钢梁，后续将通过起吊设备将它们安装到距离水平面两百米高的柱顶上。 春节假期结束，在贵州德渝高速乌江特大桥的施工现场，一片繁忙景象。正月初八呢，我们已经全面的复工达产。目前的进场的人员呢，一共有八十二人。嗯，主要呢是聚焦我们这个项目的钢梁的安装工作，完成了总体进度的百分之八十五。曾国胜是乌江特大桥拱桥,桥段的现场总指挥，负责主桥安装工作。他告诉记者，开工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。 就是安全检查和安装第二片柱顶横梁，单片重量约七十吨。想要把这样一个大家伙精准地安装到高空中的预定位置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那么我们在安装这个桥面梁的这个时候的话，第一个我们的工人，还有我们的技术干部，第一个要克服我们的这个高空。站在我们生产这个角度的话，我们这个桥面的安装的话，要达到毫米级的这种安装，呃，风险是目前来讲也是比较高的。 在现场人员的协作下，横梁顺利完成安装。而这样的准确高效，离不开项目团队采用的预制装配式工艺。在制造、组拼以及安装的全过程，采用虚拟技术进行预拼装，节省了时间，提高了精度。精准确定连接板的孔位，将钢梁的制造长度控制在三毫米以内，实现了钢梁安装。 的一步到位，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安装效率。据了解，乌江特大桥位于遵义市凤冈县、铜仁市思南县和石阡县的交界处，是德渝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。在建设者们的齐心协力之下，德渝高速公路预计于二零二三年内全面建成通车。